Hello，大家好，这又到了做晚饭的时候了。这小孩子刚好今天星期五放假啊，给他们来加餐，买了一只三黄鸡啊。这个鸡感觉有点小啊，小就小吃啊，再弄一个鸡爪。帮这个鸡爪美一下指甲啊，这指甲太长了，估计几个月都没有剪喽。嘿嘿，这鸡还真奇怪啊，你还吃同类的爪子啊？给西药的爪子焯下水。三江料酒去腥。现在来把这个清理好的鸡呀、腌一下。今天给他们来一个这个电饭煲蒸鸡，简单又方便，懒人的做法。生姜、大蒜、醋，加入适量的盐啊，喜欢吃咸的可以给一包。搓一下，每个部位都给它揉一揉，做个啥？这个也就你会揉了，像我们就不会揉。啊，没啥，赶紧揉。开整，底下铺上洋葱。哦，放了锅中，不用加水，这个汤汁倒进去。倒上汤汁。那个鸡呀、已经在高压锅里去了啊，我们起锅烧油，把这个鸡爪炸一下。鸡爪下锅，慢慢炸，炸至焦黄。鸡爪已经炸好了啊，现在给它回一下锅，葱姜蒜辣椒爆香。嘎嘣脆的鸡爪，脆皮的不会弄，弄这种也好吃。我要煮的它软绵绵的，就那种皮你知道吗？它就是松的那种，你知道对吗？啊，煮一下就松了。那种怎么弄的？油大，拿水再去泡一下。你确定？嗯，是啊，就跟那个卤的那个啊，那种。现在油炸好了，然后放到水里面浸，泡炸，那很就。泡起来了，知道吧？哦，你自己都不知道，真是。等一下，你问一下，哎，兄弟们，是的，扣一。撒上葱花，出锅。出锅喽！一出锅，哇！看起来不错哟，好香香哦！快盛饭吃。我拿个碗。老板，你们要盛饭过来吃。盛饭吃，不要喝了啊！吃饭不积极，脑壳有问题。我今天放牛说了些牛。吃饭不积极，脑壳真有问题。妈妈奖励我一个腿。奖励你一个腿呀、我有腿。哎，这是我吃的。完了，今天就两个鸡腿。怎么搞？怎么分？我要吃鸡腿。把一个人吃鸡腿，一个人吃上面的翅膀。我要吃鸡腿，我要吃。哇！黑牛刚帮我干活了，加个鸡腿上面去。啊，你吃一个。嗯，哥哥吃一个，你们两个吃鸭翅。给姐姐吃一个。姐姐吃一个，姐姐一个星期在学校吃，那她天天在学校。对，那个住校的姐姐吃一个，好吗？好。嗯。好的。哎呦，哎呦，好的，呜、黑妞，你一个鸡腿你吃得完吗？我在想。吃得完。你们就吃。吃得完才怪。鸡翅哈，嗯。我跟你妈就吃屁股脖子。哈哈哈！你看。我吃鸡爪，鸡爪是我晚上点名要吃的。呜、好，我们再去吃个饭。好的呢。嗯。
好嘞吗？好嘞。我呀，鼓的都白了。我也吃了，他说。妞，你吃吗？不吃就给我吃啊，妞。你吃吧。妞，你吃吗？不吃就给我吃，妞。我要吃一点点，可以吗，妞？你是不是馋到了？对。你哥哥吃这一块，我们只有吃屁股跟脖子一块。嗯，好吃啊，这个最笨的。下次我不在家，我就拿这个炖给你们吃了。开玩笑，这个好吃。赵师弟。呀，太烂！关键是太差。明天来，明天来就喜欢吃什么？你看，这种霉豆腐。那好菜，那把霉豆腐拿过来。你儿子谁给你吃的？是啊，嗯。我一下感动的泪水。我吃什么？感动的口水。吃屁股。对，口水，感动的口水流。我吃饺子。